我们经常会有同学说，当我站到舞台上的时候，我会特别的紧张。紧张的时候呢，李晨老师有几个 tips 供大家参考。首先，我之前和大家讲过一个概念，叫做善用眼神来创造一对一的演讲场景。当一个人眼睛里面看到了很多人的时候，他不紧张才怪，因为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人的说话的时候的这种语气，都会被他给感知到。感知到了以后呢，他就会觉得，哎，这个人为什么不听我讲？哎，这个人为什么用那种很凶的眼光看着我？哎，这个人为什么头低下去了？是因为我讲的不好吗？这个时候，你的头脑当中会有很多干扰的信息出来。所以，当我们真正在演讲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太多的人，尤其不要眼睛在现场的观众的头上来回这么去扫。这样的话，你会吸收进来大量的你不需要的反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是锁定一个人，然后开始讲。讲完了以后呢，停顿一下，再锁定下一个，哎，再开始讲，然后再停顿一下，再锁定一个，开始讲，停顿。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lock 锁定 and talk，OK？说多长时间？说一句话或者说一个意思，然后紧接着停顿一下，再寻找一位，不要找那个头低下来玩手机的，要找一个非常开心的看着你的一个观众，和他之间有一个交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对一的演讲场景更容易去激发，大家注意了，我们下面写的两点，发自内心的交流欲望。因为你看到的眼里面只有一位观众，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很想和他之间产生交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激情也有可能被带出来，同时呢，你也有可能更好的做自己。那因为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个人本身的一个风采展示就会变得非常的真诚，这样的话也会让你这种机械的背诵，因为当大家眼里面看到很多人的时候，你一紧张，这个时候你就谈不上展示风采了，因为人之常情，当你紧张的时候，你就开始和你自己的刻意训练之间挂上钩了啊！我原来是怎么背这个稿子的，我现在就开始背稿子，我不看他们了，看他们太紧张了。那么一旦你这么去做，你的整个的演讲就会变得非常的失败。那所以说，如何彰显自信，避免紧张啊？除了我们经常说的你要深呼吸啊，安静下来，更多的是在现场，你究竟如何去看你的观众，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管控你的注意力。好，第二点呢，和大家讲一讲如何用激情来打动观众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激情呢，它并不是高声的呐喊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啊。实际上，这种动作呢，并不是一个人激情的展示，真正意义上的激情，是你对于这一个演讲话题的发自内心的一种交流的欲望。就比如说，你大家自己想一想，我们说热爱祖国，那么祖国究竟有哪些方面让你想要去发自内心的热爱它？你要找到这个共情的点，而且这个点呢，并不是一个特别的 personal，你特别个性化的一个点，而是能够让所有人都和你之间能够有共鸣的点。你一旦找到了这个点，发自内心的想要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就能流露出真诚和真实的情感，而这样的情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激情。激情不是演出来的，激情是内心的自然流露。第三个呢，就是如何在观众面前做到自然流露，对不对？做自己。首先，大家在进行演讲训练的时候，很明显，大家看过大量的所谓的优秀案例，看过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演讲，但是你看得越多，不见得就能够说得越好。为什么？因为你总是想着，哎，我是不是今天能够像他，或者第二天，我是不是明天能够像他？这样的话，你就会迷失自我。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不需要成为某一个人，而是要成为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打动现场的观众，因为他们也不想看到一个只会模仿他人的人。所以大家不管自己说的现在的状态，距离那些历史上伟大的演讲有多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差距呢，用你自己的真诚向大家展示。今天站在大家面前的并不是那个伟人，而是我。那么我能做什么？我告诉你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的重要哈。所以用自然的状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交流。那演讲的时候不需要铿锵有力，你平时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你在舞台上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成为这样的人。同时在练习的时候，
要切记死记硬背。如果有一些稿件当中所写的句子结构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完全可以用一个你自己能够驾驭得了的句子结构对它进行阐述啊，当然要保证是正确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等你真正走向舞台的时候，你就可以相对来说更加轻松愉快地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说出来，而不要想着哎呀，我刚才稿子里那句话又说错了，这个时候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压力。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声音的表现力。对于声音的表现力呢，首先大家要注意，说话的时候如果想要不打磕巴啊，不吃字儿，不停顿，是需要锻炼自己的口腔的机能。那么口腔机能的锻炼，一方面是可以采用口部操，另外一方面可以用绕口令来进行锻炼，大家平时自己要多练习。同时大家要注意，所谓声音的表现力并不是让大家刻意的去做什么，而是要结合大家的演讲稿，结合大家的演讲内容来进行说意思。一个人说话一定是为了表达一个概念，而不是为了说而说，为了演讲而演讲，这样的话说出来的话别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机械不自然。给大家四个字，叫意达音通。也就是说，当你练了很多的啊，包括绕口令这些东西以后呢，最终要落实在的是表达你的情感和意义上。一旦你学会了表情达意，这样的话它就会反过来指导你究竟应该如何去说话。意达，一旦你的意思表达清楚了，那么你的声音表现力一定是和它之间是匹配的。最后呢，就是大家在练习的时候要经常的去看自己的录像。很多的同学他往往喜欢看一些成功的演讲，不断的反复的去看，这个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也仅限于准备的阶段。等你真正意义上的去进行预演的时候，这种看别人的就不那么的有用了，你需要看自己。通过看自己的录像，审视自己演讲的录像，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做出一些针对性的修改。第五点呢，是如何在写演讲稿的时候应该去把控你的一个信息。我们说演讲稿切忌写得太长，或者说把一些句子结构写得太书面。我们要言简，就是要在口头语方面，你要让自己说话的时候呢，觉得这句话说出来不突兀，自己能够驾驭得了，这是言简。同时呢，还要意该。意该的意思呢，是我们要管控信息的负荷。我们不可以把一句话说得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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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别人听起来啊，不想再听了，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把握住一句话说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停顿，同时呢，还可以举一些例子让别人来消化。那么在说话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言简意赅，应该尽可能的体现在一开始的30秒钟的时间之内。现代人呢，因为短视频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以后呢，他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所以如果一个演讲者不可以在开始演讲的前30秒钟之内抓住听众的注意力，那么后面你讲的再好，那么也只能是非常可惜的告诉大家，大家几乎不会得到太高的分数啊。所以说我们演讲的一开始一定要展现出大家最好的风采，拿出你最佳的精神面貌来做好一开始的这个演讲。要在内容上做减法，在效果上做加法。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去做呢？比如说，那大家看我们这里的第六点，就是让大家在效果上给它做加法。比如说讲故事，讲故事的能力非常的重要，待会儿跟大家讲为什么。然后呢，就是对于观众的了解，比如说这是一个口语秀的场合，那么最终决定大家名次的很有可能是几位评委以及一些提问的专家，那么他们在看大家这个演讲的时候究竟从什么维度来看呢？所以说大家基于那个评分表来对于自己的演讲稿，对于自己的整个的一个预演进行实战演练般的审视，这才叫做投其所好，大家明白吧？或者是要把握痛点，对不对？那么这个痛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口语秀的评分标准了。还有就是要幽默。那么大家如果能够在讲解一些事例的时候，适当的展现出自己风趣幽默的一面，让观众朋友们哈哈一笑，那么实际上也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最后呢，就是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千万不能拘谨啊，不能拘谨啊，这是非常拘谨的。我们一定要比较的放松，要打开，让别人感受到你愿意交流的这种真诚。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讲故事。首先，故事本身创造了一个语境。
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之所以两个人之间往往无法沟通，是因为这个语境不统一。但如果说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么瞬间大家就被带入到了同一个语境当中，自己的这个意义之间的关联非常的紧密。那么有了这个语境以后呢，我们也就有了说话的一个氛围。那么这个氛围有助于听众和演讲者之间的共情，所以说这是故事的好处。同时呢，故事也是最容易让别人去倾听，让别人去接受，让别人能够保留下来你所讲的故事的信息，并且愿意把你讲的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所以说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是叫做易倾听、易接受、易保留、易复述。所以说大家在写演讲稿的时候呢，一定得用故事的结构，让这样的一个故事真正的留存在观众的记忆当中。那么很多时候小朋友们就要说了，我应该如何做呢？首先大家要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呐。如果你总是讲别人的故事，那么别人就记住的是别人而不是你。要想让别人记住在演讲舞台上的各位，首先你自己得成为一个有阅历、有故事的人呐。这也是恰恰我们希望通过口语秀这样的一个舞台来促进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变得更加的有故事。除了讲故事以外呢，我们还要在整个的演讲的过程当中学会重复。那因为重复也就代表了我们的核心观点能够得到更加清晰的展示。那我们说这个 repetition promotes clarity， 能够 make yourself more clear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逻辑的去重复我们的观点，比如说放在一开始啊、中间啊、末尾啊，有了这样三遍的一个重复，这样的话大家对于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就非常的清晰了。同时呢，你在呈现的时候要加上你的肢体语言，加上你的声音，加上你自己特意设计的一些动作，这样的话多模态的去呈现效果更佳。那么最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演讲的高手，离不开实战的演练。那么演练这样的一个做法就能够让大家在舞台上显得更加的真实，显得更加的真诚，同时呢更加的自然以及可信。而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恰恰是一个演讲高手应该具备的。因为演讲要让大家去理解你的话题，理解你的这个概念，同时呢愿意信服你、跟随你，这才是一个演讲者应该达到的下一步。所以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必须得有临场感，每一次练习都要当成实战来进行演练，才能够更好的让大家的演讲在现实的舞台上变得更加的具有感染力。好的，各位，最后呢再和大家讲一讲，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做演讲我们需要关注的四大要素。首先就是聚焦啊，刚才跟大家讲言简意赅，千万不要在一个很简短的命题演讲过程当中想要传递特别特别多的信息，这样做呢往往就是什么也关注不到。所以我们首先要聚焦，那么聚焦了以后，我们要通过讲故事或者一个幽默，让现场的观众和你之间呢产生一种利害关系，就让大家知道，哎，我做这件事儿和我们现场的观众之间是有帮助的，和大家之间是有关联的。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在进行演讲稿的写作的时候，要让它的这个关系啊、信息啊要层层递进的展示出来，并且最后要说清楚它的迁移性究竟在哪里。如果你能够号召现场听你演讲的所有的观众，把今天你所要表达的信息传递开来，那么你的演讲就不再是一个个人的表述，而应该已经影响了这个世界。